牙医小姐，可以容我冒昧地问个问题吗？尽管问吧，一定。你头上的角，那是某种艺术性的装饰吗？这个，不是的，它是，某种伴随我的绿者力量而生的产物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以前木大陆的娱乐圈中，有一阵子也特别流行类似的装饰，我还以为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也喜欢这样呢。抱歉，问了你奇怪的问题，但它的确困扰了我一段时间。没什么，请不要在意。不过听你这么说，我反倒觉得让菲利斯进入娱乐圈的话，会很快走红的吧。好主意，不如待会儿我们就去教他唱唱歌吧。